感谢各位参与这个 5M Server 的抽奖啊！那我们等一下就会公布我们的得奖名单哦。那我们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的地图的部分。那如果你是辅主的话呢，你会哪些功能哦？应该是说你有这个权限啊。看一下，它内建这个 V Menu 是可以有很多这种什么载具啊、重生载具啊，或者是传送点啊，或者是人物的。我们看一下人物的 pad， 它可以换，它可以换单机模组的角色，讲话就是很可爱。然后如果你要那个 iron pad 的话，可能就我还在研究怎么做啦。它是可以做到的，不然就是用替换模组的方式，用它原本的这个名称去换掉。多少会有一些什么变化，可能就是。我看一下这个胖仔，可能就是他如果模组很多的时候，可能就会有出现 bug， 但是也一样可以叫出来了。那我这边没有装太多，可以看一下。OK， 然后随便用个人好了。我有装一些模组进去了，他其实是可以叫，哎、欸，是不是？这台摩托车很帅啊，开出去。其实还行啊，还行啊。模组我没有装很多啦，就稍微装一下，测试一下它的性能。然后，如果你要瞬移的话，比方说你点一个地方 ，OK， 然后你选择。menu 的地方可以用在这个这里传送到指定位置啊，就马上传过去了。这是辅助的好处，就是这样，不用从头到尾都在开车啊。OK， 那我们等一下就来公布一下得奖名单。为了避免这个重复留言呢，我现在整理了一份名单哦，先把它复制贴上来哦。然后我们大家先抽这个大奖的部分好了。哇，恭喜这个 HK Junior， 恭喜他获得大奖。OK， 我们现在把这个 HK Junior 这边把它移除。接下来我们来抽四个人的一个月的伺服器哦。开始。哇，恭喜阿辉、杰克、蔡班长选家。恭喜这四位朋友获得这个一个月的伺服器。那我们这影片到这边咯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